其实天下最复杂的事情，用什么方法解决呢？用一个意，中国人讲意境，意就化解了。意是什么？容易啊。什么容易呢？放下问题解决了。啊，为什么要放下？再复杂东西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无量无边的烦恼纠缠在一起，你觉得很复杂了。啊，那个意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真诚的爱心，全解决了。碰到这个东西都融化掉了。真诚的爱心，啊，佛菩萨的爱心，佛菩萨就是用这个方法普度众生啊。啊，手段是什么呢？是教育，教育里头，身教、言教、意教、身口意。啊，三业都投入了教学。啊，身教做样子给他看。口教说得清楚，说得明白。意教就是爱他。啊，无条件的去教他，这样爱他。不是，他跟我是一体。就像父母爱儿女一样。父母教儿女没有条件的，啊，不需要收费的，啊，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教化，就像父母对儿女，啊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